但不是，这不是银色，但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金色，这是银色，你觉得有金有银吗？七个，七个。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，想起那些话，那些傻，眼泪落下，只留一句，你现在好吗？有些牵挂就得想想吧，越是不碰它越隐隐的痛在哪，是你的脸颊，你的发，我不害怕。你们认我是吗？没有没有。你们什么时候？我是滋什么三次水呀，然后下边还有好妖怪，然后是豹子，我因为来没过来，我很高兴的，对，忘了。看我看不到的你，我要是不受什么，今天我跟他要摔跤，我觉得摔跤不好，不提倡这种活动，太容易受伤了。看到窗看不见头画面，听到听不见多上线，你给了我超能力，在你离开了我以后，我还是挺厉害的。曾经的我太过自私，只照顾我自己。曾经的我太下不懂得你的心。现在的我一天天在改变。森源，不要动窗帘，你又想把窗帘拉坏，碍着你了。你把窗帘拉坏，那不就碍着我了？你怎么跟我一样小时候啊？你真的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就喜欢乱动。那陈轩在哪儿过的来着？什么？陈轩在广州。对。陈轩在哪儿过学的？语文。你们要先解掉，等我因为要换搭档了。哦，要换搭档。不能一直换搭档了。哦，要不能一直换搭档了。哦，要不能。这是惩罚谁呀？啥啊？这是惩罚他还是惩罚我们三个吧？就你自己选吧，正常。我可以选最轻的呀。啊？随便选最轻的呀。对，可以选。随便选最轻的呀。你的爱太疯，任性的挥霍，每场争执的高枝花，我们拥抱狂吻失落。此刻有我，交付。
耀文来助阵一下。春江花月夜，醉舞一曲梨花谢，蝴蝶。我来了，我再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。上回有姐妹让我再出个轩的变脸合集，我这不就来了。轩变脸其实很少，只有两次，比较严重的就是爆料和撞奸。我个人认为轩这个孩子心思很缜密的，一般是不太会把情绪给暴露出来，这点他和文哥不一样。文哥真的就是那种开心不开心都写在脸上，你看轩这么不太爱暴露情绪的人，那可能真的就是那两次太难受了，难受到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的那种。别说轩难受了，我自己都无法释怀，尤其是运动会。但是文哥真的很保护他的轩啊，他真的很在乎轩的一举一动，不想让他吃醋，不想让他胡思乱想，做错了事情就赶紧解释。文哥可不管现在在不在台上或者有没有摄像头，只要轩不开心，他就会无视所有人去安慰他。哎，我给你试一下。我右手都没力了。嗯，我现在也办过了。什么呀？你在装？别装了，哥哥。那第一，啊，好厉害。嗯。你猜我这儿的还是他这儿的？你不，谁弄得过谁？你吧。看别人猜好准，看别人猜好准。来，我们自己拍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刚刚没摸到你的眉毛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说刚没摸到我眉毛？这里所有人都猜出来轩了，就刘文没猜出来，再加上他认出来猪，竟然没认出来轩，所以就给轩赶紧解释文已经顾不上的不在台上还有底下的粉丝了，也不在乎台上有谁，只要轩的表情不对了，他就必须解释。怎么说呢，我平庸的文字表达不出来阿文对阿宋的爱意，还有他俩双向奔赴的感情。在这里我得谢谢猪猪小朋友，多亏有你才让他俩感情又上了个层次，也多亏有你才让轩意识到吃醋真的很难受，也让我们意识到轩真的是在因为我而吃醋。对了，我还得安慰我的唯粉姐妹，因为我的唯粉姐妹说下辈子咱也不做同期了。好了，就先这样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886小宝贝儿们。